法告在产期的就在夏天。夏天、啊。对不对？是夏天。五六月。不对。不是啊。应该六七月。六七月。嗯、热的时候。你看我多配合啊！对，故意讲错。麻瓜以前原住民啊，没有汽水嘛。汽水。没有冰水嘛。饮料。对对，没有饮料嘛。嗯。所以以前我们种稻米是拿来卖，不吃。嗯、我们吃的是芋头甘薯。对对对，芋头甘薯哈、哦，是很干燥嘛，很渴嘛。嗯、马告就是生的庙，用碗把它挤压，嗯、挤压了庙，还、啊、没有冰水啊，山上的冰就很冰了、啊哦哦。拿那个山上的水庙，山泉水，哦，一个挖光这样，然后放盐巴、生姜拍，不是切，拍拍，生姜用刀子拍拍，就是把汁直接打出来了，搅、啊、和在一起。很冰，一个就是解渴，二来消暑，所以应该要加饮料。啊，会消暑，一种以前我们种到是比较热，会种加盐的，嗯嗯，会种阿玛奥就是主要就是消暑，消暑，他加姜盐马告，对。老姜、生姜都可以，哎、可以试试哎。这个就是可以，当饮料。这是真的，但是那个口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的。对，然后呢？比例啊。哎、啊，严重就是喝米酒，喝米酒，解酒。还有可以解酒。哦。就这样。还可以解酒。对，还有不是完全解酒，它是有解酒的作用。要不然原住民都是拿那么多的体力，一天做到晚上，啊、夏天就这样，由来就是这样子。哦，好厉害哦！正确哦，好厉害哦！这不正确，还要问着我们廖老师啊，他走遍全台湾原住民的，走遍台湾。好了，三位公民记者之一，把刚刚那个阿妈讲的再补进来。我们下课以后再给你们做参考而已啦，或者是另外一个想法。很有趣，这个我可以写，我已经记下来了。可是他说消暑，哦，这样练习对不对？让学妹有机会，要补进来，要补进来。马告是他们提到的，对啊，因为是在那个珊瑚礁是台湾各族都有吃，可是每一族吃的认知跟用途方法完全不一样，不一样。所以你不能，你只能讲说都有吃。啊，可是你不能讲说，那个阿美族这样吃，台湾族这样吃，对，所以我是提出那种习惯，因为你们有时候，或是说有些人不懂，上网查资料，或是久了就会变成直接把它改成原住民这样，哦，不要那样，我们听到一句话就是原住民是很多不同的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妈妈，我们到时候会把你们讲的那个加到我们报道里头，所以我们要说，我们有请到泰雅族的妈妈，阿弟叫什么？叫什么名字？哎呦，对，好，那你的昵称啊，或什么原住民的昵称，可以吗？属木，属木，属木，属跑的属，属跑的属，木材的木，属木，你们谁要写？属木。那就是妈妈属木说的，对不对？对，郑州妈妈属木说的，对不对？就是解说了，不要说哦，就想你最近还照喝吗？现在还会照喝吗？应该不会吧？你现在还会这样子去做那个瑜伽吗？没有，现在没有，我没有在做。他们传统的，没有，我们以前的时候，对，以前我有拿去买。哦，现在量太小，名字大家知道了，都才名字才。是吗？因为都在山林里面现成的。因为现在我不，现在没有要采收，我现在要去繁殖，繁殖准备要到我的田地的时候，田地我们去，以后我这边周围全部要种好。哦，因为现在价值好，他们自己就不用那个，他们自己就不用。所以他们在采马告的时候，那个枝条剪下来，第二年会再长吗？还是会死掉？用折的表皮，用折的，用砍的就是，你用折的不？折那个小枝干。对，枝干，只能用折，不要用砍。有没有听到那个妈妈属木又补充的？他说那个他现在会在田四周开始在做那个繁殖啊，马告，对，然后马
报告就是折那个小枝干就好，不要买它。折枝子哦？不是啦，它采收采收采收，因为现在价格太好了，那个已经快找不到。那个是我们今天早上打算邀请大家来去认识它的一些原因之一。好，那我们哈，先不要急着问妈妈。我们先让这一段我们在室内的事情先结束，我们到他的田里面慢慢问，那个才有感觉，好吗？好。